大家好，我今天要介绍的是熊熊蜜蜂罐。那我先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外盒哦，它是适合三岁以上的小朋友可以游玩的。这是它外盒的部分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看一下它里面的样子哦。它里面打开来会有像这样子，哎呦，我的熊熊倒了，有很可爱的蜂蜜罐，这样子很可爱耶，很可爱的蜂蜜罐，然后还有熊，然后它这个，大家看它这边，诶，为什么焦距是在后面？大家看一下那个熊熊，它手是可以动的，然后手上它拿一个汤匙，然后还有很贪吃的嘴，这样子很可爱的一只熊熊，是熊熊的部分。然后还有它的我们的插槽的部分是一个蜂蜜，是蜂蜜耶，我在讲什么？我还讲这么开心，是蜜，是我一直很担心我讲错，就我还是讲错，是蜜蜂啦，对，就是熊熊偷吃那个蜂蜜，所以被蜜蜂叮，然后看蜜蜂有没有叮到熊熊，它就会弹起来飞出去，这就是它的玩法。好，那我们就事不宜迟，马上开始，先把熊，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它这个海盗，不能说海盗桶，这个蜂蜜桶，它就是它有点像海盗桶的玩法啦。然后我觉得它还不错的是，我刚刚有私底下有测试过，它每个洞每次不用特别去调整，它只要压下去之后，它每个洞口都会随机变动，所以就是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戳到了没。好，那我们就要来开始喽。嘿，好，小绿一样由你先攻，应该不会一开始就这话不好说，你的手哦，好，换我喽。我帮你扶着。好，谢谢啦。好，欢迎我帮你扶。那就后面。玩这个会紧张，而且是越到后面的话，因为不知道他哪时候会。那我就来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好，正中间。好。那我后面。转一下。我刚刚跟着被吓到啊！再玩一局，怎么那么惨啊？怎么那么惨？运气不好。好，换你说。你要一次到底啊！我来，一二三，好吧。他这个有时候是他在找那个，就是在更改那个位置，所以他有时候会卡住。但是你要你先吗？好，不然这次换我先。戳这个屁屁，刚刚你戳屁屁是不是？对，好，那我就戳屁屁，一二三 ，OK。那就，嘿，它这个很可爱耶。那我要换戳上面。我就戳这个，我刚没有戳到对，因为我刚觉得怎么这么难扎，我发现我没戳好。好了，如果大家有喜欢我们这个超可爱的熊熊蜜蜂罐的话，那就赶快来参考看看哦，谢谢大家。